在一处山洞中，一个白色球体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光。经过分析，证实球体已经存在了40亿年。按照其复杂的内部结构推断，这个球体要早于所有地球生命，一定是外星文明因为某种原因遗留在地球的装置。甚至大胆猜测，人类的诞生或许与它有关。而此时的地球正遭受着巨大灾难，一种神秘病毒突然出现，大肆破坏了生态系统。地表氧气含量越来越低，长期的低氧环境导致自然灾害频发，人类也患上各种免疫类疾病。为了能够让生命继续延续，科学家通过8年的努力，成功地复原了神秘球体材料，制造出另一个完全一样的设备，打算将它带到一个新的星体，重新创造出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，打造出真正意义的地球 2.0。 为了完成这一壮举，团队制造出曲速引擎，成功探测到几百万光年外的泰斯星，非常适合人类的改造计划。很快成立了双子座计划团队，乘坐先进的飞船飞向了泰斯星。而正当船员设置飞船坐标时，安静的球体表面忽然出现细微的变化，地面的山洞中也突然出现人形身影，而远赴泰斯星的众人却毫不知情，驾驶着飞船飞向虫洞，开始进行空间跳跃。高强度的负荷导致所有人出现晕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飞船驶出空间虫洞，众人从昏迷中苏醒，结果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。前方的行星根本不是他们的坐标，星图显示这里根本不是泰斯星。作为舰长的史蒂夫认为彼得添错了坐标，愤怒地解除了他的职务，打算尝试继续空间跳跃。可船员表示，此时的飞船正在3维度与4维度空间，无法掌控飞船的位置。眼看拯救人类的计划即将失败，史蒂夫只好下令检查眼前的这个星球，发现种种数据要比泰斯星好得很多，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注定。决定将装置放在这个星球，放出小型飞船准备登陆眼前这个蓝色星球。人类的飞船正准备着陆眼前的未知行星，随着舰船分离，很快寻找到一个山谷位置降落。可刚刚还是风平浪静的星球，转眼之间便产生巨大的风暴，导致整个飞船发生抖动，失去控制。临危不乱的史蒂夫只好抛掉燃料，紧急迫降。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滑行，飞船总算停在了悬崖边上。此时的着陆点与预期地点相差甚远，可为了完成此次的任务计划，众人只好穿戴装备将白球带出了飞船。好在环境除了荒芜一些，对人类没有损害。不久之后，通过母舰的指引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将这个可以再造生命的球体放进了洞中。随着装置的启动，一束强光直接射向天际，意味着不久的将来，人类就可以迁到这个星球居住。待到众人回到基地查看数据，这时母舰发来的画面让大家立刻紧张起来。原来彼得在检查飞船发动机时，却发现舱内隐藏着其他未知生物，下一秒就被神秘生物拖走，失去了生命。而且通过其他监控查看，证实生物一直隐藏在球体内部，随着飞船离开地球，一直藏在引擎中，所以导致飞船偏离了坐标。此时山洞内的球体数据变得异常，证明神秘生物正在偷偷地篡改球体数据。负责人史蒂夫要求立刻回到山洞内查看，可瑞恩为了大家的生命着想，认为球体会诞生出更多的怪物，阻止众人前去冒险，并解除了史蒂夫的职务，自己成为了飞船的舰长。到了晚上，不甘心的史蒂夫找来大卫，二人决定偷偷地前去山洞查看。果然眼前的光束发生了改变，正当史蒂夫恢复数据时，大卫发现生物正在接近这里，而史蒂夫只想尽快恢复球体数据。无奈之下，大卫果断朝着球体射击，看着越来越近的生物只好放弃，临走时还捡回了被大卫打掉的碎片。待到二人回到了基地，却突然警报声响起，原来神秘生物已经追到了这里。人类为了寻找新的宜居星球，驾驶飞船行驶了数万光年，结果因为引擎故障导致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眼前的星球正是40亿年前的地球，正是那个神秘白球将他们带进了四维空间。蒙在鼓里的众人将能够创造生命的球体放入山洞中，希望它能够把这里打造成与地球一样的生态环境。然而就在装置启动以后，众人发现无数拥有智慧的生物隐藏在球体内部。可没等大家弄清生物的来历，突然紧闭的舱门发出声响，原来生物已经开始对基地发起攻击。随着双方一阵激烈的战斗，暂时化解了这次危机，而科研小队同样也是伤亡惨重。当史蒂夫正在查看感染的伤员时，无意中发现受伤的大卫有着对细菌的抗体，可以用他的血液做成疫苗，这样就可以拯救所有人类，也就不需要冒着危险寻找宜居星球。当他检测战斗中遗留的生物触角时，整个实验室瞬间被磁力干扰，同时想起曾经在地球上遇见的怪异人形，原来他们面对的都是智能机器，或许那个球体便是他们的文明。原本地球上的种种灾难正是他们殖民星球的一种方式，赶紧与母舰上的查德联系，通过模拟几十亿年间太阳系与宇宙的变化，惊人地发现他们没有空间跳跃，而是穿越了时间，眼前的正是40亿年前的地球，也就是说被考古挖掘出来的白球。
正是现在山洞中的那颗，同时送给女友的那个手镯，就是现在手中的球体碎片制成的。现在能够拯救人类的方法，就是告诉未来的女友如何研制疫苗，接着便在手镯上刻下了数字，希望他的女友能够注意到。做完这些打算将碎片再放回球体，并在舱内安装了炸弹，打算将那些生物引来一并消灭。随着舱门被机器砸开，史蒂夫才看清眼前生物的模样，缓过神来的他赶紧开枪，接着飞快地向舱外跑去，顺利地将机器生物引到了炸弹地点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成功地将怪物消灭。而此时的史蒂夫站在风暴中，氧气含量也开始下降，赶紧前去山洞联系女友，将碎片放回了球形装置，再次将它启动。另一维度的女友成功地发现了手镯的信息，快速地跑进山洞中，按照相同的排序打开了枷锁，二人成功地在不同的空间相遇。时间紧迫，史蒂夫将制造疫苗的方法告诉了他，短暂的相遇过后便与女友做最后的告别。一年以后，地球重新恢复了生机，影片到这也就结束了。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双子座计划，影片节奏有些缓慢，好在故事算是比较新颖，结尾甚至有了一些星际穿越的感觉。